我和徐导偶然之间，那徐导告诉我，哎，王导，你看看那个孩子。我只感觉这孩子翻了跟斗，咚翻起来后，他在空中感觉让我感觉就停了一下，就会停住的那种感觉。我说嗯，有特点。根本就没有想过上国家队那种。让他再做别的动作看看，结果一做别的动作吓我一跳。因为姚金南曾经放弃过体操一段时间，所以会的动作很少，但是看到了他的潜质，两位国家队的教练还是决定好好的培养一下这个孩子。第一次来的话就感觉这馆好大，比我们家里的馆大两倍的感觉，就是感觉就是这个偏误，就感觉突然那么多都不用抢了上去。两年前姚金南来到了国家队，那年他15岁，一个个动作都是教练手把手教会的。这孩子能力强，悟性好，尽管没什么基础，但是看到他飞快的进步，两位教练也愿意投入精力，很多时候甚至不惜血本。为了鼓励他尽快的掌握这个毽子小翻后肢转体720这个动作嘛，学了几次课以后呢，我就觉得嗯可以跳了。当然这小子他不自信，他说不行，跳不了，只给我换头。我说这样，我给你奖励还不行吗？我说哎呀，你这个第一次跳这个难度吧，200块钱怎么样？他闭着眼睛摇头。最后我咬，我说500。哦，那我还着重强调一下，哎，我说你这500可是我自己的工资，拿奖给你的哦。好，这时候他全力以赴了。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姚金南已经挤入到了一线队伍。我跟他们大的一起就是合练啊，我的侧眼的怎么样，就感觉我好像好小啊，就感觉为什么跟着他们大的一起，然后而且我也很怕跟他们大的一起。为什么？就是因为本来都在小的这一边嘛，突然跟上去的话就感觉很不习惯。更让姚金南意想不到的是，进入到主力阵容的他，在去年世锦赛前实力已经飞跃到团队第一的位置。世锦赛之前那个就是排的那个顺序，就是在第一个进世锦赛的名单那种，就一看我怎么在前面。去年初，姚金南已经成为中国队重点培养的对象。他首先出征了世界杯德国站的比赛，那一次姚金南一举夺得了平衡木、自由操和高低杠3枚金牌。所以在东京世锦赛前，尽管对于观众来说姚金南还显得陌生，但是当时他在对手的眼里已经是一个需要重点提防的对象了。去的时候，美国的人就是你像乔梁他们，哎，谁是姚金南？完了，包括那个小黑子，他们也说，姚。去年的东京世锦赛，16岁的姚金南在团体资格赛以及团体决赛中都承担了所有的项目。第一次参加世界大赛的他，发挥稳定，全部成功。心理上会不会觉得更自信？会吧。然后后面比赛呢？后面比赛。只要自己努力就行了，重在参与。接下来姚金南参加了女子个人全能的决赛，两项过后，凭借姚金南的优异表现，所有人都看到了她有可能夺冠的希望。尽量让自己把气沉下来，不要老飘在上面的话特别的不好，特别是平衡木飘在上面就感觉木特别窄，人特别大，就感觉老怕掉下去的那个。第三项，姚金南在平衡木的比赛中出现了失误。不过，对于一个16岁首次参加大赛的孩子来说，整个世锦赛他一共完成了14个成套，仅仅出现了这一次失误，成功率已经非常的惊人了。唯一遗憾的是，这次失误是出现在个人全能的比赛中。那一场比赛，姚金南收获了个人全能的铜牌。那
为自己第一次参加大赛能拿第三已经挺好的，但是他们老说的话就感觉我自己也想拿第一的那种，就他们说自己你要自己不掉你就能拿，老这么说，想，然后我就回想嘛，如果我中不掉就好了。这是姚金南在今年全国体操锦标赛的热身场馆，因为赛前的一次训练导致膝盖内侧韧带损伤，小姚也因此放弃了比赛。那一次渴望比赛的他，渴望全能冠军的他，还伤心地哭了。目前姚金南的伤已经痊愈，而就在最近，姚金南的所有难度都已经恢复。前几天他仍然是以团队第一的身份入围了伦敦奥运会的阵容。七月姚金南将经历他人生中的首个奥运会。就是睡觉啊或者什么时候安静的时候一想参加奥运会，然后想如果上去的话比的还想着比的好，就想哎我说比的真好，但是一回来就是一想回来就感觉人就是感觉很紧张那种飘起来的那种啊，就有想象过自己会比得很好的感觉。但是也有想过自己比不好会不会被骂的那种。